大家好，我是余中仁医师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是预防感染、避免重症与死亡最有效的方式。提醒您，只要符合目前开放接种顺序，并经过医师评估，就可以尽快接种疫苗，降低感染风险。此外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，高龄年长者若感染 COVID-19， 较易产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。为了保护家中长辈，请符合接种顺序的长者尽快接种疫苗。如果是最近身体有状况或慢性病情不稳定的人，请在身体状况较稳定后再安排接种。接种后7日内，请多观察长辈是否有接种部位或全身不适的反应。如果症状持续或没有在2日内好转，请及时就医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打完疫苗后，持续配合防疫措施，才能远离病毒威胁。
SBN 财经台 Live 直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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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不直播来不直播另一上线上线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，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 ，Live。Live 直播 ，Live 直播，来不直播，来不直播，另一上线。
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